以前可没见过这么大的啊！看，还有肉没？没有肉，空壳。空壳咱也不要了啊，扔在这吧。看这么多，来，这里还有两个，超级大啊！这都是野生的，你们知道吗？都是野生的啊。那个，我去，这里还有这个哈，来继续啊，这里会是，看吧，哇，两个呢，看。 你们知道吗？沙粒的疙瘩有沙粒的味道，泥里的有泥里的味道。我觉得啊，泥里的会更鲜，泥里的更鲜一些。看，这个是壳，这个是壳，泥里的会比沙粒的难弄一些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是吧？难弄一些啊！哎，又一个，看，好大的！对，这里每一个都这么大，你知道吗？ 你给我踩了！这，哎哎哎，有一个吧？哇！这个大，就在这儿。我看到了，我看这里边还有没有？我感觉到还有啊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看呀。这个是壳。啊。这一个是。我去。 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不是个？哪里啊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用手指一下，我没看见。这个。这是。哇，它跟泥一个颜色，我看不见呀，我光铲子感觉倒映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又一个。我去，这个好大。这石头。这不是石头，什么眼神？我去，爽歪歪呀！来来，还有一个。 哎哎哎，我去！你好大呀，这可是大啊！快快，又出来了，又出来了，看是不是一个？来，一会儿咱再去洗一下啊。哎，有一个，这个小一点是吧？不要了。 哎，好狠！哎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我去，又一个，这个大吧，这个大啊！来，嘿，朝到桶里去，一会儿去洗了啊！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。你看这是不是？是不是又一个啊？又一个，来放在这儿，继续挖，继续挖啊！ 这是吗？好，来了！哇哇哇哇！我去，我还以为没看到，刚要把视频掐断。好大！这是我那个刚刚在泥里扒的蛤蜊哈，你们看，你们看这个头大不大？我天呐，我第一次扒到这么大的野生大蛤蜊呀！之前的那种野生的最大的还没有这么大，你们知道吗？之前在太空岛扒的。来，这之前我在那挖海螺。 这是之前我在那里挖海螺哈，我看到大姨在那扒蛤蜊，我一看每一个都这么大，然后今天我又去了，我在这里，你们看这里，这里的海水特别清澈，我再洗一下。我去，你们馋不馋？好开心，野生的这么大的多么香啊！<笑>哎，爽歪歪呀、啊！看看还抓了几个这个毛蛤蜊啊，你看还有这么大的海虹，小雪蛤。哦。 小雪蛤不是毛蛤蜊，大了就叫毛蛤蜊了，小时候叫小雪蛤。哦，后来长潮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去，太爽了，开心，笑了啊！这个回去炒一盘。